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醉。今天带来一期拳皇零二分在线零七版的比赛解说。这场比赛是震天城大战萧晨拳，双方的玩法三问随机啊。这两位玩家的对战才是最刺激的，因为都毫不留余地，毫不留余地的秀。现在开场，安吉尔对战克拉克。安吉尔是公认难用的角色，没有长时间的练习，你是用不好安吉尔的。但是，一旦用好，他的招式变化多端，你会感到非常的厉害。哎，现在克拉克给他一个头，安吉尔又在掏下盘了。其实安吉尔的连招主要是没起来，这一局没有发挥出来他真正的优势，被克拉克的投技磕得死死的，而且被克拉克的远距离牵制也磕得死死的。现在安吉尔终于开了一套，你看连续的 UCG 循环，其实这并没有打满伤害啊。大招以后，安吉尔继续向前冲，没有血了，这个惨叫是真的猛。现在看第二个回合，第二个回合战天城的克里斯现身。好，克里斯重手滑铲 BC， 克拉克也是挥手掏一下，克里斯又一个 BC 爆了，爆完之后跳射地弹塌，逆向过顶跳地封空，跳一个 CT 抢招。哎，克拉克终于还是连上 BC 了，连上 BC 板边不断的循环操作，接超必杀胡里亚，给他一个超强的胡里亚吧，最后再压一下一个克拉克，让战天城就这么难受了吗？现在看战天城下一个角色，今天萧晨拳状态很好啊，看来他是要报仇雪恨了，因为前两场的话都是被战天城给拿下了。前两天的比赛，哎，现在战天城的温迪莎不断的反弹 BC 反弹 BC， 克拉克稳如泰山的，今天求胜欲非常强。突然感觉萧晨拳不那么秀了啊，就是为了胜。现在克拉克跳，哎，哦，强开 BC， 还是没有抓到什么破绽。温迪莎的防御也非常好，今天哇，差点中逆向。克拉克用大招取消之后，温迪莎反身位打中了啊，穿三是不可能的，对战天城来说穿三是绝对不可能的啊，带走。接着看萧晨拳下一个角色，这个温迪莎连招其实开双 BC 的话掉血量也是非常的多。现在萧晨拳的八神出手，哎，八神这就攻了过去，八神属于急先锋，他的拳头力量不亚于温迪莎。葵花强开 BC， 然后跑过来反勾一拳，要对住怀八神，再次一个跳 C 下盘勾腿头抓，用轻腿开了一个葵花，然后扣扣扣再抓一手，这是一发尾连。现在战天城真的很难防住他自己所创的尾连招式了。现在八神扣扣扣再抓，哎呦，连对手的隐藏都给抓过来了。战天城其实猜到八神会玩尾连了，但是还是被打中了，这就非常难受啊。哎，温迪莎搞到一套，现在开启套，我激活激活技。其实只要哎呀中断起手，他也来了个尾连，双方都开发尾连开发的特别厉害啊。看时间，时间没有了。好的，在最后一秒的时间拿下萧晨拳。接着看萧晨拳下一个角色，萧晨拳的红丸，二级烫红丸。哎，红丸跳起来压起身，反身位勾逆向，然后一个 BC 啊开了。哇塞，红丸还是用逆向结果掉了他。今天萧晨拳率先拿到了第一分，战天城后面会不会反追过来？还是有希望的，因为他这一把有库拉。好，库拉跳起来一个转腿踢冰，冰接必杀，这就开始了。幸好是在角落，这一招不至于秒掉。但是库拉他又套了一套，这一次必须秒掉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任何办法。接着看萧晨拳下一个角色吧，下一个安吉尔。库拉最致命的就是抓住机会一套死，他说今天这一局战天城的胜率是非常高啊。转腿踢冰，升龙，升龙再冰，接入必杀，秒了。哎，没秒掉，又是在角落。只要在角落，这个打血没有在板中的话打血多。一个库拉杀到萧晨拳最后一个玛丽，看萧晨拳会不会被穿三啊，很有被穿三的可能，因为这库拉伤害太高了。现在库拉继续跳起，哎，跟他一个转腿。哎，玛丽步步紧逼，不被库拉抓到一个破绽。现在玛丽利用大长腿压过去，好了，压过去了，滑铲长腿，滑铲长腿，然后板边升了取消，完了，库拉还是要被带走了，难逃个运。好，现在杀到了战天城下一个角色，一波操作直接 KO。下一局来看战天城第二个角色了，第二个镇元斋。看镇元斋这局怎么样，先来一口火，
玛丽滑铲过去 BC， 镇元寨还是用 BC 开导超杀了。玛丽继续稳住，哎，稳住以后一个滑铲 BC 开导，升龙取消，升龙取消，升龙连续取消，哎，再接入大招，漂亮。现在战天城剩了三分之一的血啊，萧春拳，哦，战天城裸大了，裸了个隐藏，但是玛丽还是用 BC 开上去了，升龙大招直接带走。战天城只剩下最后一个角色，这一波 KO 也是相当完美。现在看战天城最后一个布置后，哎，布置后快速跳起来，杠 CD 发波走一下，今天是允许战天城杠 CD 的。玛丽一个一个玛丽就快要反三了，看这个情况，看战天城的布置后能不能稳住。哦，再杠 CD， 各种 CD 硬刚。现在玛丽轻脚点他下盘，跳飞压着起身，滑铲开 BC 了，然后滑铲升龙 BC， 滑铲升龙 BC， 中间做取消操作，接入一发大招，真的反身了，不可思议啊！萧晨权的操作还是稳，现在就来到第三局了。萧晨权难道说要连杀三局？战天城这一把还是有镇元斋啊，这一把用镇元斋做个首发，然后开大火吹他一口。这一口大火伤害是超高的，那么双方就开启赌命模式了，只要有下二米必赌命。战天城会不会被秒掉啊？非常替战天城担心啊！劈到谁？哇，战天城真的又引到雷了。和下二米赌命，战天城对战天城很危险。现在看他的琢磨，还和不和下二米赌命？哦，下二米没有残血，先要打一阵儿。你需要把夏尔米打到半血以下才可以和他赌命。哎，这一把琢磨准备一套带走啊，但是没有连上。现在双方再开启赌命，哇，龙虎乱舞。这琢磨又想要使用套路了啊！锤，锤倒以后劈到谁呢？他劈。哦，这一下把自己给劈没了，劈到自己的几率还是很大的，因为夏尔米本身就是引雷嘛，他会引雷。总是会劈到自己。现在战天城的琢磨进攻，琢磨在零二里面也是可以用的，你看伤害很高的，只不过是腿脚比较短一些，隐藏大招也被躲过。哎，可惜没有连上龙虎乱舞。这琢磨包子血量不多了啊，包子下轻手两点先起发抖推，推完之后发波，哎，琢磨反身会中招，飞翔脚，飞翔脚，包子没有了。一波操作再把他 KO， 接着进入到下一局。下一局咱们来看麦卓，萧晨权的麦卓，麦卓闪一下勾腿，哎，隐藏空了，哦哦，还真，他也真喂了一招啊，这麦卓。那喂这一招之后就被琢磨给收掉了。好，现在比分来到了1-2，萧晨权还是领先一分。这一局如果萧晨权拿下，比赛就直接结束，看战天城能不能扳回来这一分呢？关键是萧晨权这一局还有夏尔米，看战天城要不要再和他赌命。哦，开裸，开裸，裸大的战天城也是非常疯狂呀。今天允许战天城裸大，现在开启一个循环 BC， 他不断裸大疯狂，连招还是很稳，但是炮拳被削弱了一些。夏尔米暴击，70%血量完全可以释放一个隐藏赌命大招。好的，要靠他赌了。天空召唤一劈雷，将他劈没。战天城还是引雷达人啊，引雷达人的称号他仍然摆脱不了。第二个回合，战天城的卢卡尔出手，蓄力卡塞波躲，哎，躲过以后，现在再去发起赌命，还是要赌。战天城真的是不改啊，劈他100次也改不了，还是喜欢赌命。看这次，还真的又劈到他了，再劈一次。好，夏尔米挤满气劈一次，这一次还会不会再劈到他呢？引雷，战天城试图用大招挣脱，但是还是被劈到了。引雷超人啊，引雷超人。第三个回合，战天城的雷蒙，雷蒙要不要再和他赌命？如果连续被赌没，那就太尴尬了。现在夏尔米好，吹上一波引雷劈他，劈他一把，哦哦，终于劈到夏尔米一次了。好，也该夏尔米挨一次劈了。
连续劈死了战天城两个角色，不得了。现在萧成全用碎石踢取消啊，碎石取消，特瑞绿帽特瑞出手，这一套看会不会使用无限连将战天城直接打没啊。哎，战天城大不展翅躲过去，大不展翅打逆向压住了，开一个循环连击接一个必杀没有，可能要接的必杀把他抓住带走，直接进入到萧成全啊，下一个角色萧成全这局到底能不能拿下还是一个未知数啊，看这情况，看萧成全的白发玛丽也是一个属性超强的角色了。现在玛丽跳起来，哎，跳出一下起身对着高 CD 玛丽继续点下盘，战天城残血完全使用隐藏大招，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使用隐藏大招了，3-1拿下。好，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来不关注每天更新。